我的力量感染你。哎呦，我们冲起来，跟人生的逆境比起来，这点破算什么？布鲁斯，你上啊！我们是一个 team。不是不是，你不是我们的 team， 你上。我的 Carson 是谁？布鲁斯吗？加油加油吗？椒麻鸡的，对不对？谁椒麻鸡？布鲁斯，布鲁斯有反应了，在。屁股开始有 feel 啊，有 feel 啊，是会阴啊。对，啊，他终于有感觉，有感觉，十组联合。你已经找到，我跟你讲，大家都不晓得，就是所谓的会阴，会阴连心啊，会阴连心。到泰鲁格的牌子了，泰鲁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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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哇，怎么样？你已经过了那个麻痹了吗？我还是说，除了会阴以外，看手也开始手麻了，手麻了，手麻肩膀嘞，肩膀很酸啊，有感觉，绿灯，身心灵疲惫，身心灵疲惫啊。布鲁斯好像在那个健身房里面骑那个飞灵的感觉，真的。One two, here we go, keep going, let's go。燃烧你的卡路里 ！Let's go, let's go！ 哇 ，piece of cake！ 加油加油！哇，亮哥蛮屌的。加油加油！撑下去！哎，怎么变 Bruce 在鼓励我们了？前途一片光明！这个雨下得很好，帮我们降温。可以啊。托你的福啊！我觉得我刚才同情 Bruce， 他根本不需要同情，他不需要啊。没有，不是这样说的，哈林哥，因为你的同情，我才得到力量，是吗？我一开始就说，问题是我失去力量，他体力超好，我要用我的力量感染你。哎呦，我们冲起来！哎呀 ，Bruce， 你是哪一家健身房教练的？我自己就是健身教练。把我的同情还给我，超像，跟人生的逆境比起来，这点破算什么？很轻松，很轻松，一点也不会累。我靠！下雨，哈林哥加油！这个雨太大，前面那个人是不是脑子坏了？啊，你说阿亮还是 Bruce 啊？因为他没有念到。哎，到了，到了，最终章，快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就在前面。嗯，到了，胜利就在不远处。到了，到了。哎，赶快叫救护车来 ，Bruce 的问题很大。救护车，走火入魔了，强打冲动，脑袋坏了。爸，我决定慢慢骑。挑战自己的直线，请各位超车的就超车了哈，不要管我，好，没事。还是说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想要超车？没有，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想超车了。没有。布鲁斯，你上啊！我们是一个 team。不是不是，你不是我们的 team， 你上。哇，我是个坏人。你是嘉宾，懂不懂、啊哦？你是嘉宾，不是我们。我差点走心啊！布鲁斯，布鲁斯回去要伤心两个月了。伤心太平洋就在现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呀，